来看到2023台南往来好顺贵哦，今仔日伫关庙的这个三世宫广场来登场，活动现场规划着关庙三宝闯关游戏，并且佫提供200份的市集优待券。另外讲，关庙区公所和学校来合作，做这个往来拍叫往来上顶产品，邀请到市长夫人做伙来买，将会甲几百钱关好家户中心。2023台南往来好顺贵，今仔日伫关庙三世宫广场留伫登场，活动现场以少年化的新形象，打造出在地产业甲少年族群的结合，规划了关庙三宝闯关游戏，阁有提供200份市集折价券来促销买气。区长李先春表示，关庙往来70%以上是以进转台南17号为主，伫4月到7月是上好价的时阵。年往来，5月到7月上好价时阵，伊是关庙70%以上拢是金钻吼，上赞的往来吼，台中17号吼，伊上好价往来，伊的价吼非常低啦吼，啊，它的果肉非常厚实啦吼，现在是正好的时候。另外，关庙区公所佮慈幼高工烘焙课合作，做了往来吐司、鸡卵糕、往来上顶产品，伫活动场做预备。也邀请市长夫人来拍卖，希望将预卖锁到关乐教育中心，因此会当看到市长夫人为预卖来出钱出力，也吸引不少民众前来购买兼做公益。咱做的物件吼，今仔日拢是要来寄付予咱的一种家扶中心吼，所以呢，拜托大家做爱心然后呢，对我们的那关庙凤梨关庙的一个加工品能够支持。旅游农业局表示，今年台南市往来有计产量面积1042公顷，产量达到55114公吨，比去年减少1000公吨。产季对4月到5月，尤其现在更加是食冬季、食在地上好时机。欢迎大家来到台南关庙购买竹笋甲往来，为辛苦栽种的农民增加收益。记者肖建伟，关庙区采访报道。